今天晚上是一个令五月天激动而难忘的时刻，因为五月天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回到五月天所喜欢的上海了。你们好吗？欢迎小饼子。傻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小饼子。饼子啊，你这个外套蛮好看的，谢谢。今天特别为上海准备的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不是为五月天准备的啊，也是也是也是。你这件真的看起来好保暖哦，我马上脱下来。你们两个交换穿看，我看看。来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不是，萧秉治里面也太薄了吧？对对，他就一件 T 恤而已嘛。相信医院那个经费有限。其实我觉得，其实秉治这样穿也很帅。对啊，是啊。冠佑好嘻哈哦，冠佑就好像不是五月天的。那冠佑，你既然穿这个样子，是不是为大家带来一首《射手》？喂，只换衣服穿一下，是吗？不过这真的很保暖。真没想到，请嘉宾来，竟然是在台上玩换衣游戏。平时最近在忙什么？我最近在跟我的好兄弟谷谷吕思维组了一个限定团体，叫 GX， 然后准备要发新单曲。这个就好像我跟冠佑组了一个团体是一样的意思吗？对对对对对。这一次呢，难得来到上海，我们只有合唱 OA OA 而已吗？对。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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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小饼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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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一首，他竟然说再借我唱一首，对，他竟然说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之前有跟阿信哥，不跟五月天老师哥一起在台上演唱过的《外人》。我终于懂得放手的渺小，别跟自由的嘲笑，我跪下。